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。本期给大家录制一款街头霸王啊，这个街头霸王呢是一个木根的整个版本啊，游戏的素质呢还是非常优秀的。首先呢，开场就是一段魄力十足的 OP 啊。好的，那么片头过后呢，咱们进入游戏啊。这个游戏啊，它起的名字叫做超级街头霸王 NES 版。NES 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当年的 FC 啊。那这个游戏虽然顶着 FC 的名头吧，但是它系统方面是很丰富的，而且有很多隐藏任务，包括快打旋风的哈格尔市长啊，有的时候还能遇到饿狼传说的人物啊。好，那之前大叔给大家录制过龙啊，今天给大家录制肯。龙和肯啊，在街头霸王二代开始啊，就是人物的特性啊，不断的在发生变化，这两个人的差距呢也越来越明显。我防住了啊，看人物的招式啊都是非常的丰富的啊。我练练新招吧，我看有没有新招。哎，好，有一个这个。我去，本田有指令头啊，这什么鬼？反击啊，大家看我的血量啊， NPC 打起人来也是很残暴的啊。好有根。哎，都那个啊，我这有射程啊。哦，肯也可以在空中发这个波动拳。这个场地啊还是挺经典的啊。好了，第二局了，咱们看这招是怎么用的。哦，是一个这个反向的升龙拳啊。啊，后边可以接啊，后边可以接招。我这招挺好用的啊，挺好用。啊，但是方向有的时候很难掌握啊，因为有的时候你落到他身后了。我的大招被抓下来了。好的，第一个任务顺利拿下啊。第二个布兰卡。布兰卡什么颜色？哎，跳起来出脚连不上啊。哇，被啃了，被啃了，我啃了还能接电啊。我看着就疼啊。哎，跑了，这货跑了。这人我好像没有晕啊。啊，不行，不能接这个大，这个大啊太近了。哇，这套可以，原来人物的波动拳的时候可以任意出升龙啊。恐怕是一个游戏的。我去，雷电啊，这家伙你是雷神啊，放电。哦，果然这招能接上。哇， nice 啊。哦，又接了一下啊，但是后面接不上了，但是也算是一个极限的连段吧，实用性差一点啊。哎，哈格尔市场。哇，这个是快打街机快打旋风的那个有一关，就长这样。啊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！我用轻的，这什么鬼？他用了个什么鬼？对很多人物的招式不了解啊，所以你打起来就有点懵。还可以啊，哈格尔的技能方面我感觉不是特别的丰富。我怎么一脚就撅飞了？啊，这个旋风它是有的，感觉它的人物设定方面非常像。哦，好有根。不是，这怎么接上的？什么鬼？这是？啊，玩的过程当中呢，
啊，大叔尽量给大家啊吃几招啊，然后演示一下 NPC 的招式。好吧，我承认我是不知道什么招式，我承认是被 NPC 给虐了啊。哎呀，这大跳，哇这招还有大呀，我用个这招不好用啊，怎么薅不上，哎呀，哦可以啊，学到了，看着没，可以接这招，不行他没多少血了，我要留着气儿。哎，他这耗油根为什么两下啊？没学会啊，没学会他那耗油根，为什么两下？是 EX 的技能吗？按两个圈才出啊，那有可能。哦，是这样，会使了，但是需要消耗一点点气。哎，哇他这个脚高，我想抓他没抓住啊，起身一个大吧，再来个这个大，哇这个大爽，有一点像特瑞的那个冲拳，哇我刚打完哈格尔还打桑吉尔夫啊，这不对，这么接不对啊，这个公式不成立。哦不行，这样不行啊，这样不行，我想多了。哎这么打的好用啊，我被啃了，上身无敌啊，我这个无敌继承了大，没吃全就挂了，我去跑抓啊，让我想起了 KOF 系列的拉尔夫，这个跳啊我真是掌握不好，有的时候跳得特别远啊，这样跳得特别远，有的时候跳不远啊，又被啃了，这是一个指令头啊，啊这连不上，好吧这个等式也不成立啊，哇打龙，这个还是可以的，20下啊，不错了。哇，21下！哇，这下漂亮，咱们渐入佳境了啊！哎没耗到啊，这下耗到了，哦我把他的大打下来了啊，四天完了啊，22下，这波可以，21下，
我疼疼疼，我这招好新呐、啊。好的，他防御不能了。啊，有的时候看着好打，其实被 NPC 封起来啊，感觉场面有时候也控制不住。我去，这一拳！哇，跑过头了，跑过头了。啊，我应该放一个下倾角，对，应该有一个下倾角啊。维嘉还是挺好打的，在原来竞技版里，哇，他有个指令头啊，出门就用了一个。哇，抓住我了，这是个指令头。哇，你看他这指令头的伤害，你就可以想象一下刚才那个啊拳王的那一拳啊，攻击力多恐怖了。这防的真严实啊。啊，又一个指令头。好的啊，赢了一局，有点不容易啊，感觉这家伙防御。哎，这什么技能？我去！哎呀！我连的不错，连的不错。这游戏改回合制了吗？啊，他打我一套，我打他一套。沙加特。这什么破拳头啊！哇！不知道他要干嘛啊？就是他有时候他出一拳头伸出来，你不知道他要干嘛。我去，这还能连呢？喂，防御反击也会啊？我键盘都要敲碎了。哇、哦，之前那半格血啊，不太熟悉他。哦呦呦呦，厉害厉害啊！木压我总是不敢木压到极限啊，木压到极限怕那个，怕后面连不上，所以意思几下就行了啊。哇，这也能连！很多连续技啊，匪夷所思。我这招我都不知道能连上啊，乱搓出来的，好鬼啊！最终 boss 打好鬼啊！哎呀呀，疼疼疼疼！啊，师叔你轻一点好不好？哎呀，空中两个飞行道具。哎呀，瞬御杀！我的天，好狠啊！这个瞬御杀，哎，我不想放大。哎，他竟然吃了，他竟然吃了，吃的不错啊！重拳接抓，这什么鬼连续技啊？
机会来了。好的，防不住了。哦，这样应该通关了。啊，优胜。啊，打了一个通关啊，发现这个街头霸王确实是非常爽快啊，虽然顶着 FC 游戏的名号，但是呢这感觉比街机版玩起来都要感觉好一些啊。那也推荐给大家吧，这个游戏呢大叔会打包到大叔的群里。游戏是一个 PC 版啊，很遗憾的告诉大家手机是不能玩的。那好吧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